师父，你们俩快走！你干什么？你跟我走！当初放走三王殿的人就是你。 好一出争风吃醋的大戏啊！道宗两大弟子为了争一个女人，反目成仇。看来，别动！所谓三宗之首，也不过如此。琳琅天，是你设局引我们回来。琳琅天，别忘了，我们可是说好的，男的跟你走，女的。 我带走，交易结束。谁要跟你走？你退后！畜生！退后！你不要命了！别动！我叫你别动！你退后！啊！畜生！欢欢，我喜欢你比他久多了。你说我是畜生，我就是畜生。就算是做牛做马，我也愿意。我也喜欢你，我也会对你好的。畜生！不动！